进去医院里面，那个挂号那个小姐说，懂不懂规矩？挂号，拜托，真没有良心哦，还要挂号啊、哦！再来，这个医生哈、哦，看到这种连体婴生出来是这个样子，哟，我从三十几年后第一次看见这样连体婴，这个就是我的漫画。哦，其实坦白说画的不怎么好，不过我真的从小画漫画画到了22岁。我之所以读中文系没有读美术系的原因，就是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美术系。我到了高中还在画漫画，大一还在画漫画，第二大二突然看到了习德进的画，哎，看到那种用渲染的啊、哦、那样的画，张杰的，从包括他们这一群用水的，我突然哎又感觉我开始要画漫画画画，看到颜色了哈、哦，好。就是你看，这个是元宵节哦，小孩子提灯笼，好开心哦。都讲那个老头，我也来，他提的是什么？就是这个样子啊、哦，这是漫画，这个是真实的事情啊。我画了漫画，我去开刀，为什么开刀？有一天，我去上厕所，爬上了马桶上，你知道，我家以前是蹲式的。我根本就不会用坐式的，懂吗？我去人家家里面就爬上去，结果一下来。膝盖卡住了，根本下不来，结果马上就送到医院。我的软骨被破裂，我常常喜欢运动，大概有受伤，破裂了。结果我去开刀，开刀的时候你知道吗？就是我的亲身经验了。那我躺在床上手术床里面哈，然后拿一块布把我遮住，他打麻药，我完全不知道我的下半身在做些什么。他把我的脚怎么样扭来扭去，我一概不知道。他派了一个漂亮的护士小姐在我旁边跟我说话，他跟我聊天，你知道，我毫无戒心。聊到最后，我说：“哎，晚上请你看电影好不好？”结果他最后呢，他把那块布一拿掉，我的天哪，我的脚被扭成垂直状。他把我包扎，他开过刀之后把绷带包起来，我的脚是被人家垂直的举成垂直的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我平常也没办法举那么高啊，我不晓得怎么有办法把我弄那么高。我一看，我吓呆了，一点麻醉一点感觉都没有。那我突发奇想，我漫画是这样的，他不是举得那么高，那连皮肉都被割掉，剩下骨头的，我还在说，哎，晚上请你看电影如何？这个就是生活漫画，生活漫画。所以我其实是一直在画漫画的，对，画漫画的。好。好，各位从来没有公开做了。我22岁哦，看到习德进的画以后开始画，这是我第一张水彩画，我还留着，哎，留着。没有人教我，我是中文系的，没有人教我，除了画漫画之外，我不知道怎么画，我就这样自己就在河边淡水河边自己画，这是第一张。再来呢，经过几天，我画了第二张，进步非常的快，对不对？经过几天哦，第二张，这张画有一个故事。我在台北的孔子庙画画，我在画的时候画了2.5小时，有一个人从一开始看到最后，一直看着，哇，好开心哦，好感激他哦，我就一直画，我根本就没画过画，他坐在那边看，一直看，看2个小时之后，他走了，走的时候讲一句话，哎呀，把我们家的鬼伤害，我在后面记得一口。这么难看，你还看那么久，真的是哦，这是我第二张画。我现在回头30年以后，我自己看，我还蛮是有点天分的。第二张就画这样子哦，哎，那后来我受了他们那些水派画家，大陆来的那些哦，像习德进啊、那些张杰他们，我就画成这样，也是玩水。就是这个，当然这个不是马上就变成这样了，大概经过了1-2个月、半年之后啦。哎，我的画就变成这样。我曾经画这样的画，没有人知道。我现在画那么写实，可是我其实是这样子。我一开始是这样的。OK， 好，各位，那么我前面的各位看到我的业余人哈，我画画的业余人，我的第一次画展，我的标题叫做“画以载道”。哎，你要是唯一载道，我就画以载道。我23张画都在讲一个人生哲理啊，就是用画画来写作嘛。我就是这样画，所以我一直到今天，有时候会有一些突发的创作意念，就是说我自己要加入什么内涵，想要搞什么花样，都是因为我画漫画那个构想所得来的，我才有今天会想说，我要让我的画能够说话，画我认为不只是画风景很漂亮就好，不只是结构就好，我要他说点话，至少能够猜出创作人的创作意念。那这是我个人的看法，哦，艺术如果可以归类说这样才对，那就错了，哦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好，这幅画叫做《一样的终极》啊，
你看一个终点，哦，你进海边，你就看到这个鱼箱啊，然后这鱼就一箱一箱运走了，有一尾鱼啊，在运送的途中掉在地上。我相信他当时会想说，哎呀，我逃掉一劫了，我不用到餐厅里面被吃掉了。结果到最后还不是一样，对不对？他在那边就死掉了。啊，一样，这个就是我以前我第一次画展画的画，就是画这个。我这个叫画一窄道，一大堆警察局后面你可以看到，很多坏的摩托车，本来是好的被没收，后来风车一打坏就坏光了。这中间有一辆是新的，它卡在它放在中间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叫做沉沦呐。你跟一群坏朋友在一起，那你是好手好脚的，你在那边跟他们在一起干什么？就是说我就在写文章，这是我的话，我一开始就这样子做。这个呢，后来有哦，我记得很深哦，有几个师大美术系的教授进来，他说我是师大教授，你的画不可以这样画。我说哎呦糟糕，我又错了。他说不可以有抒情性，不可以有文学性。那我完蛋，我是中文系毕业的，你叫我不要文学性，不要抒情性，那我要画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他告诉我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形式什么，我再来回家我就画这样。我这张画还不错，还得到不少赞美了。后来还参加什么现代美术什么美术馆，台湾美术馆那个台北的美术馆的新展望，还到外国去展出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说我搞点花样。后面这个地方蜡染做的，后面画完写实再泼蜡，啊，做出来了。OK， 所以我年纪轻轻啊，二十几岁啊，还没到三十岁了啊，我就画这样子的画。这个是美术馆有收藏了、啊，美术馆收藏了这张画。这张画就是说，好啊，你要玩形式，那我就跟你来玩形式嘛，对不对？我用分割的，我每一张图画尺寸不同。你知道我弄这个刘海胶弄了好久啊，然后这个是铅笔画的，这里每一格哈、哦，有时候有一张是贴阿奇纸、水彩纸，有一张是贴什么博士纸、贴米粒纸、贴什么滑面的什么纸，材料不一样，材质的那个纸张不一样，这样把它凑成一幅画。结果美术馆办的展览，我得到第三名，我就是这样画。那就是说一开始我受到一些影响。好，那么各位，如果说哈，我说今天要讲的是漫画构想与创作意念，创作意念要怎么去玩？当然不见得要创作意念，只是我自己是很专心于做创作意念的啊。意念从哪里去找？第一个从题材去找，第二个从内涵去找啊。那么第三个呢？你看你从技巧去找都可以，第四个从形式去找。这四个方向都可以发挥你的创作意念。我天天在玩这四个东西，玩来玩去。我有时候从内涵，有时候从主题，啊，有时候从技巧去玩新创意。那么有时候我就从形式、结构形式去玩。这四个东西就玩不完，天天都有新花样可以玩。所以画画是我的游戏啊。所以这个呢，是所谓的主题，好，主题，从主题里面去找，啊，主题的意念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主题，这个场景是这已经是看不到，就是这个叫做这个在那个不见天了啊，彰化鹿港的不见天啊。那我画当时的人家用老照片拍下来的，日本人拍的老照片，我把它画成水彩画。这主题是过去的，我们现在看不到的东西，这个也可以说是主题意念嘛。我画现在看不到的东西，我画以前的东西。你就一天可以想好几种花样哈，也就是我想到一种花样，我是用油画布来画水彩这张画，所以它的画法跟你各位看到的不一样，它很快就画好，画不慢，你想画很慢都很难哈。好，这个呢是也是主题啊，我看的主题我是目光如豆啊，我每天总是在看地上，看有没有捡到钱啊，我看那个地上这个小小的那个像蒲公英似的，就这种蓟科的植物，风一吹的时候，像那棉絮一样，它就会飞起来。我要很微观的把那个飞起来的感觉把它带起来。这个灯其实可以关掉一点，不过对录影的会不会有差别？如果关一部分的话，我相信那个一定会那个颜色会看到真正的画的颜色，不晓得做得到吗？录影不会有影响吧？不会。我希望他因为我不是画这么淡的、这么薄的啦，颜色是厚的啦，啊 ，OK， 好，好，这张画是什么？是内涵意念。为什么叫内涵意念？对我来讲这样很好。哥，你看看，我画的什么东西啊？两个灯笼，一个老屋子啊。上面呢，坦白说，我其实想画鞭炮的声音啊，喜庆很热闹，噼噼啪啪、噼噼啪啪，鞭炮满天飞。但是我不画鞭炮。我就这样走，你就觉得好像
漫天飞舞的那种声音鞭炮的爆破的感觉把它画出来，这个叫做内涵的意念。我就动脑筋去想，这跟我的漫画构想其实是有关系的。这个是技法的构想，技法的意念。我用象，我用那个浆糊来玩的，好，用浆糊来玩，用流动浆糊涂上去，颜色涂上去，用水来冲，哦，最后就变成这样一种情况。这个是技法，技法最有趣，水彩是技法的艺术。哦，它是其中一部分，不完全是技法，但技法是很重要的因素。如果不能玩水彩技法，水彩也不用画，又不好玩，就不好玩。哦 ，OK， 好，再来这个东西叫形式意念。你各位看看这个是什么？坦白告诉各位，这是同一张同一个景啊。下半部是一个我到克罗埃西亚所看到的一个场景，阳光之下，阳光打在墙上，前面是阴影，所以有楼梯有阶梯。我反过来上面其实跟底下是一模一样的景。我现场没有看到上面，只看到底下，但是我画的时候把上下把它接起来，上面那个曝光过度，底下是我真正眼睛所看到的，对比很强烈的情况，这样变成一个意念。你觉得有种楼梯一直爬不完爬不完那种味道，然后呢，一个是暗的，一个是亮的，那么你会发现呢，这个暗的呢画得很粗放很豪放，这个亮的部分细节又特别多，就是有点颠倒，对不对？虚的地方花很多时间，画很多细节；实的地方却一挥而就。那这个感觉也是创作意念。所以我一直在想，技法有什么新花样？这是我的乐趣啊、哦，我的乐趣。好，这四个方向，这是我自己领悟出来的四个方向。再来呢，各位看看我的，我介绍一下我的画里面有多少哈？好，我的画里面有多少这样的东西？好，有多少这样的东西？好，这个是我的画室里面的情况、哦、我叫斗室的城市、哦、你看我把背景不当背景，背景其实有很多实体物，我背景把它变成一个像抽象的东西。左上方是因为画面需要，我就挖出一块当空的，我不在意它的自然空间。艺术就是艺术，你怎么玩都可以、哦、那这个呢是用浆糊，跟刚刚一样用浆糊去留的。后面的背景就是 涂上浆糊，涂上颜色，快要干的时候水一冲哦、垂直画面它就流啊流啊流流出来，就是这样。然后你再去把它收拾成比较具象的感觉，把抽象跟具象给结合在一起、哦、当然你如果能够买到无酸浆糊，把一般浆糊不找的理由会怎样、哦、无酸浆糊有了可以买到，很贵、哦、OK、哦、好，那这个是背景，其实在画半抽象一种抽象语言、哦背景，你看我在玩背景，背景才是这幅画主要的因素。所以画画里面我总是要想啊，我每一次摊开图画纸，我就想着我今天我应该用什么方法来画画，我是要玩一个什么新的花样，这是我的乐趣啊。这个是，啊，看到上面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就是我不管我的背景，我就一个颜色上去，马上你就拿一个玻璃板这么一压，稍微拖动一下，就产生这样的效果。这个效果就跑出来了，那你这边也可以涂一些什么阿拉伯胶，涂胶水，等到快要干的时候，颜色一挥上去，它会微渲染，会有很多斑点会跑出来。那这种特殊技巧是个人可以无限开发的，我都不怕说出来，我书里面每一样都写出来，我通通写出来，写到零以后我没有东西了，我隔天又写了十个，所以我还可以写。哦，就说这个东西是很有趣的，你不必把它认为据为己有，就出去。哦，这个东西好玩，好玩啊、哦。OK， 好，再来。你看，我这个其实坦白说，这个画，这个颜色都不是我真正画的颜色，哈，我就比较绿，比较暗，哈、哦。那重要的，我要告诉大家，后面有一块亮的东西，对不起，哈、哦，后面有一块亮的东西，可是我真正的实景是在暗的里面。我常常会这样讲，有一块很亮的地方，常常是空虚的。可是我们第一眼先看这个亮的，后来才会看到暗的，啊，它暗的才是主体，这种的主体意识上面的不一样的东西，哈、啊，就比较大，啊，如果能够再暗吗？可以吗？再暗还是可以录吧，哈、啊，因为我们的效果会比较好，不能关掉，其实还看得到的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啊，这样，对，还是有点亮。